你害怕吗？当然不怕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护着你的。只要这个事情成功了，你毁掉木五阁的愿望，很快就能实现。那若是成功了，你能帮我找到那个人吗？你一直想找的那个人吗？对，既然不用藏了，我就想快点见到他。 带你回家！我们没有家了，离开这里，我们迟早会被木五哥给杀了的。阁老一直在荣父亲骗你，父亲他早就死了。自从你被父亲流放，我便一直没有见过父亲，心生疑虑，我便做了父亲房间机关的钥匙，偷偷溜了进去。谁知我想闭嘴玩，住口！你就是巨子。 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杀了你，就像杀死巨子一样。